小乔就那个什么 AI 科技那个，喊你几下。那你这些年喜欢我吃？有糖，我给你吃糖。我有糖，我有，来大郎吃药。我有小米糖。我有这个那个什么大郎吃药的。我有这个糖。欢迎小布丁，欢迎。我的糖是甜，是甜的。谁的糖不是甜的？什么话？是香的。你滚！欢迎 TC，怎么了？你家哥都不给你吃颗糖，这九毛钱都挣不着。好难，好难嘞！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收下。果然，越漂亮的女人心越狠，还是谁你。心狠？谁心狠了？我心狠，我不让你小子！哎呀，揍他！我揍的是你，跟他没关系。一来就大，大郎吃药。哎，夜雨啊！大郎吃药不够，我再给你续上，是不是，默默？大郎吃药不够，我再给你续上。哎，我们俩这玩啥嘞？玩啥嘞？别玩了，别玩。主要是你画的饼太多了，我只能来一句大郎吃药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谁是小孩子？这画饼这种东西，只能就糊糊小孩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欢你迎倒青是梅逗小我伙一伴。下的呀，是谁还敢以下级啊？没有下级了，这活没不有下到级。下级，知道吧？主要欢迎巧是巧，没把你嫌弃出去。哎呦，你家哥给你吃糖了耶，也就又九开毛始钱。了，爷三颗棒棒糖呢！哎呦，还是我前男友靠谱。欢迎你瞅啥？瞅的就是你，我瞅啥？求你瞅了，你破给个我三百！个小眼睛。求你了，破个百！好上了。点班还得我求着来，太难了，掉牙签。你求一个好不好？你实在不行跪着求。欢迎小夏。没有下级还咋聊？有，没有下级，我给你把下级写出来。哥，你不懂，这叫那个什么啊？这演不到下集，咱就重开换一个剧本嘛。你纠结这一集干嘛嘞？不想死了，你纠结，不是你纠结这一集干啥嘞？我们换一个新的剧本，我们找大导演那个什么拿个剧本行不行啊？不要纠结这种小剧本，没用。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。对呀、啊，那咋了？一个剧本你还跟他长长久久呗？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我这个人那个嘴皮子有点损，大家都叫我损墨啊。够损啊！默默是明白人，我又不是默默是明白人，是你入戏太深。不是，是我说话太直白了，可能。我说话有的时候直得很，就是，是21克拉入戏太深。你知道，之前的时候，我把人家未来惹生气了，我跟你说。真的把未来惹生气了，然后后面的时候，这好几天我都不知道他生气了，后面还是他自己回来找我的。你牛批哈！我也喜欢只在乎曾经拥有的人，因为不需要负责任。拥有的时候给你负一下责任，那该散的时候散。那拥有的时候你不能说不负责任哦。这不对，东阳菜你还没听懂吗？
我听懂。好累呀、啊，怎么办？好累呀、啊！你们零零后的脑子跟我们九零后的脑子教不会，我受不了了。教不会，我奶奶叫我不要跟脑子笨的人玩，我先走了。欢迎新起点输点啥？自从看了直播，我发现我变傻了。我以前是你没有听出来吗？哥喜欢，就是哥是那种人家不想谈，人家就是来找暧昧来了。不用负责任，你给他提个感情方面的情绪价值，懂吧？然后你又不你别你要不用你又不缠着他，你就那个什么，因为哥不想负责任。你给他提供就好了，该有的都有。欢迎福，哎呀！哦，21克拉，哎，真是，哎呀！笨死了，我先走，我气死了，他喵！知道了，我。你本来就傻。谢谢福的点赞。17位粉丝提醒你参与展馆活动，我展馆我能量吗？你们这边啊，17个人谁呀、啊？谁喊我？我操！你的人呢？我的人谁啊？谁是我的人？啊？你那啥，你给我加个灯牌的，然后你就是我家人了。以后有事儿的时候就给主播发消息，没，要是没回就打个电话，你看这多好，快加个粉丝灯牌的，笑死。没有，刚才是极速流，刚才极速流他进人很快的。欢迎嘉年华，欢迎加灯牌不是真爱啊啊！不加灯牌是真爱吗哥？我还小，我不是3岁小孩了，但是我已经5岁了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。还有一杯老酒。那好吧，不是灯牌加不起，梦到我握你的汗水。这是
从何说起啊，佛？佛哥，从何说起啊？你这话听得我懵懵的，有是这个互联网又背着我偷偷摸摸出心梗了吗？欢迎江江好，欢迎。加灯牌的人那么多，我的灯牌很多都是福袋粉，说实话。我跟你说啊，加灯牌的人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